我带的是点燃，其实我不想带点燃的，我想带 TP 打一个分带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自己建立优势，因为如果队友不太靠谱的话啊。严阵以待，等他到线上我们再叠被动。我的无情连打，好来了，一层两层三层，哎呀断了，不接，看住、哦、他敢点我，这消耗我还是很痛的，我得用蓝了，好够了，他就用异技能来耗我，打他一波，他马上也二了，他二了，没关系，我的反击风暴好了，三层，把他们也换上了，哎，这波我就知道他要放E了。跳过来躲他一波一，还手不敢还手的啊，奥吧没事，奥吧，奥吧，OK， 这就是点燃的好处，哎，这就是点燃的好处，很多时候不靠队友。能杀掉，我们可以打到强势，这要是没点燃我肯定动不了的、啊、行了，赶快撤，小心他打野，他崩了，这么多兵没吃他崩了、嗯、带点燃就是这样啊，容易找到机会，但是不能失误，一旦失误就GG啊，一旦被抓也GG，所以我们出手一定要准，要知道对面打野的位置。刚才我在杀他的时候呢，是对面打野都在发育的时候啊，还在打 buff， 这把杀完的话我可能要低调一点了，必须要闪的，不闪不行的，我那个位置要被塔打两下必死的，早一点闪，留点血，留点容错，不能被打野抓了呀，这种闪现是不可能犹豫的，我们杀完一次就 OK 啊，他现在肯定是有一技能耗我，给他耗吧，无所谓啊，你打野刚打完那个啊，所以这个时间段我肯定是不会再动他了啊，不可能再动他了，抓吧，抬吧，再放一个心里有数了，好吧，哎，心里有数了，你可以换个角度抓我，但那个角度别想了，我现在龟缩了，我可能需要打他，需要一个吸血，不然他一直拿这个耗我还是挺痛的，我出过吸血鬼结账就没事了，好，我叠成数了，这个先决应该不会再蹲了，再蹲其实有点浪费时间了，我的态度表明了啊，我是防干哥的状态，把他们也算上，不一总归没蓝了对吧，哎，这波被我打得很痛，你的他的蓝是不够把我药全部耗掉的啊，这波没必要打他，你看啊，你像这个时候其实我上去打他是肯定能赢，但是打野在哪我不知道对吧，我就没有必要啊，没有必要，除非我确定能把他秒了，好，我看到打野了，你呢还看这个在放啊，他其实现在的这种消耗打法已经不行了啊，他没有蓝了，一还手，好，
追不到，追不到。刚才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你怎么不上去再敲一下？敲不了了，因为你再往前走，你的这个后摇还没有结束的，是要被塔打的啊。我是撑不到那个后摇，好，然后就打他那一下是撑不到的啊，所以我不追了，明白吧？不是说我觉得他死了自信回头，不是的啊，是我知道接下来往前走杀不掉，明白吧？那你会问，那为什么要叫点燃？其实这个点燃叫的很明确，就是把你打回家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他的打野是不在的啊。我每一波就，不管是把他击杀，还是把他逼回家，让他损失几波兵，像这种他就崩啊，就等于崩。我们可以先来个这个东西，啊，出装要变啊，打不同的英雄出的东西都不一样。他这种打法嘛，那我们就出这个，对吧？我吸血嘛，给你耗，耗到你没蓝，对吧？你就没办法。不交点燃也回家啊？那不一定的，不交点燃那个血线压不下去的。他擦了个眼啊，打野刚才干了一波下路，现在回家了，有可能会上来，对吧？我们只要计算好他上来的这个时间就行了。但其实我现在的这种机动性，加上我马上有闪了，不太吃他的gank了。看中，哎，可以 A 一下兵，两下兵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，痛不痛？晕住，吃药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哎，我跳，我是主跳的，我主 Q 的，所以我跳斩会很快。我打他，他不能还手，一旦等我第二个跳好，直接秒掉。他不能还手，这波冲塔强杀，看他血量能不能压下去，有点难了啊，他有大了，继续消耗嘛，好了，对吧？哎，不求击杀，只求稳稳的压制。这波不要在塔前晃悠，在塔前晃悠呢，虽然你可能会摸得到这个狗头，对吧？让狗头压力很大，但是你会勾引到对面打野来抓你，因为路人打野呢，他会根据。好，我们看到了打野在下，我不出去，我看他这波怎么说啊？他这个回城是明显是他在也回给我看的，他不可能回的啊，他不可能回的。好，行了，大招逼出来了，可以考虑冲塔，我吸血。我点燃马上好，我要配合这波点燃，我吸点血。好，我能秒他，等兵进塔，我有闪，可以上。OK， 保持好这个层数，像这种就可以走出来，对吧？哎，像这种伤害计算就很好。打野可能会来抓我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我们好，他来，我看到了，打野在下。中路没来啊，在这波塔皮。现在我明确知道对面的人在哪啊，这波塔皮就能吃。好，来了，直接回他来不及，你到草丛回他就来得及。这个路途计算加上他的降龙炮距离，他轰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到家了啊，知道吧？不要走回去，走回去是不行，走到草丛是不行，知道吧？就当他面回就行了，你能把时间掐准就 OK 啊。他走上来那个时间绝对要八秒以上。防御塔打了我，行。好，他们崩了。出招吧。这怎么炸胡？怎么讲？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计算呀，对于路途的这个他们这个赶路的一个计算，加上我回城的读秒时间，你掐好就行了。这怎么炸胡？怎么讲？千珏来了，千珏来了啊！你看这一波就能够体验出了我们这种小地图观察的意思了，对吧？哎，打野到了。但是呢，我不后退啊，我故意勾引打野，浪费他打野时间啊，但我肯定是不会上的啊。打野现在打河蝎或者打峡谷，
他看我这个样子又不好出手，他只能去打那个。我现在是不可能就跳的了。哎，你打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浪费时间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什么？给队友创造发育空间，耽误他打野时间，对吧？我们明知道对面打野菜，但是我们就是摆出一副好可抓又抓不到的这么一个距离。哎，很聪明。哎，来吧。哎，来吧。哎，来吧。哎，就是浪费你时间，没有其他意思。哎，上头了，马上要上头了，你受不了了。哎，我作为一个上路，我帮不了我队友，但是我可以，对吧？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队友创造一些那个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，你看这明显打野就走了，对吧？但也不排除他演给我看的啊，我有闪，所以我们赶上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我这两波耽误了他打野非常久的时间，当然这种耽误对面的时间可能在路人局里面体现的不是那么重要啊。那一旦段位高了，这个就很重要了，因为你面对的都是高手，高手一旦，对吧，被你耽误了，你队友也打得好的话，那马上，对吧，就能打出优势。啊，这一血塔肯定吃不了啊！打野已经走了，我们明确了啊，中路不见了。这波你看，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回。哎，这游戏经验啊，你别想打断我，不存在的，我们还是非常老道的。好，直接回家，三项够了。其实这个狗头对得起他的段位，我说句实在话啊，对得起他的段位。但是呢他还是崩了，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细节呢已经超过这个段位很多档了啊，所以他这个崩是比较正常的，并且他这英雄打我也不是那么好打，说实话啊。这波我们塔下吃一次就好。来，没事，这种消耗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因为我除了吸血啊，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他主 E 都不行了，中野的位置清楚啊，这个不要放。玩武器大师一定要留个眼啊，因为这个眼就等于一个闪，别人在抓你的时候。还手，还手，还手就死了啊！他不还手是没事的，他还手他能被我多打一个宗师之威出来，所以他直接开大溜是没问题。但是呢，你说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，你说你开个大手，是有没有点气，对吧？是其实有点气不过，你被武器这么追着打，我开个大我摸你一下，对吧？我总有点脾气的啊。但是呢，还是他不够明确啊。在对阵高手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有脾气，有脾气你就得死啊，心里有数。感谢峰峰的两个飞机，你劣势就是劣势啊！你把脾气要收起来，不能摸就是不能摸，不能还手就是不能还手，还手肯定没了。好，我们要回家。一盘的话，出一个忍者出去就好了啊！我们继续发育啊，但是这波可以尝试去波下。让队友去上塔啊，我们现在要推下塔了，上塔已经被我推了，我去下路带节奏了。好，他在我视野下回城。换个闪啊，还行。我这波往他草丛走，他其实感觉有点意外啊，因为他不知道他这里有眼，然后呢，他又不可能打断他的回城，但他有闪，没闪他死了，因为他没大的，他推不了我。
上路我们就不管了啊，这时候不要去再说去上路，那不好，要把他下塔给拔掉啊。上路你给他发育，这个狗头已经发育不起来了。把这个塔拆了，我有爆破啊，推得很快。我这盘的任务就是把他外塔圈全拔掉。我们塔可以放的，不要了。这个千珏把被标记给了我，啊，说明他这个对我是有一些想法。我们这时候要说一说，我们很招摇的在打钱，像这种的话，你一定会被盯上。当你知道你自己被盯上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主动去进攻啊，你就猥琐，耽误他们时间就行。开大招，先开大招，哦，这种的话可以先溜，可以先溜，溜的不亏啊，因为他队友来了后续支援啊，交给队友就行。啊，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，我可不能死啊，因为我死了我就亏，我不死我就赚了。这时候对面是不知道我在这里的，像这种不能救，救的话我的人头也没了，溜了。哎，他有大的，你不能这么搞，这个就不对了，这个就不对了啊！你看我的队友会给我问号，你为什么不上？你说这波能不能上？能不能上？上上，你杀一个千珏，我死了，对吧？我的武器大师不能死，而且我头也很肥，啊，所以像这种是绝对不能上的。那队友他为什么要上？是因为他以为我要上，啊，但是我好，啊，这他死了，注意看细节哦。哎，这个小嘴问嘛就不谈，你看他要被我勾引到塔下，哟，这也能抄到。我其实在勾引他。这种他就是属于就是愣头小青年，哎，他看到了他觉得能抓他就来啊，所以思想的话就比较简单，但他并不知道我在勾引他，只是我这波死的话呢是勾引的有点过了，我直接跳走的话我维恩再过来就把他拖住了，因为我们都观察好了队友的位置啊和对面的位置都是清楚的。这波可以考虑去波上，他们的崔斯塔纳比较肥，啊，杰斯比较肥，其他都还好。这狗头可以稍微管他一下了，因为兵线压过来了。他拿了峡谷，其实没什么用。我们龙没了，我是没有踢的啊，我这个管不了，赶过去是不靠谱的啊。这种赶过去是不靠谱的，赶快推他一个塔。啊，还行，这波队友还是可以的。可以推，看狗都守不守。有双招就算了，还有点燃效果，他守不住我。OK， 拔开了，非常好。我千珏不用理他，直接溜掉，好，溜掉。我们去收个蓝 buff。可以给我吃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这里有个针眼，不排了。狗头这个英雄呢，虽然我杀了他三次了啊，他已经崩了，但是呢，他有一点好就是什么？就是我武器大师不敢冲塔强杀他，他不是那种很容易杀的英雄，不然的话我可以强推。面对狗头，你不能强推，即使他再崩到了中期，你不能强推的啊，你顶不住他的这种。防御塔和他的这种啊，抗打你肯定顶不住，但在塔外我们肯定是要动他的。现在我就拖住他们就行啊，我不会再轻易的去出手去打人了。
因为他们地图上人都消失了。你像这种肯定是对吧，碾探草丛是找作死行为啊，作死行为。你看啊，这波我们马上去中，哎，反应很快，马上去中搞一波就很聪明。这小炮我杀不掉，他有跳有那个杀不掉的，我中路压线。我跟他打，现在我去哪他们都会跟着哪，因为我给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。这个地方不要去啊，继续到上路。这个时候我打团战很弱，武器大师本来中期团战就不是很强，再加上对面还有虚弱，肯定是不太好赢啊。但是单带不一样了，单带给对面压力很大的。对，让队友四 v 四啊，四 v 四对吧，就没毛病。队友再输也不会输得很惨，抱着防御塔的话。好，狗头支援了。那像这种情况的话，马上速推啊，速推，他们赚不了啊，赚不了。虽然开了峡谷，但他们还是赚不了，因为我拆塔的速度太快，他们也没有大龙回不来。开大招啊，你看你回不回嘛，对吧？你不回家就没了。回的话我溜了，对对，都回来了，那我走了，对吧？我够了，这就够了，啊，挂皮，啊，这是属于挂皮，啊，挂皮，挂皮，你开机炮，你队友跟不上，你怎么办？啊，你怎么办？你告诉我你能怎么办？我进草丛，你能，我在闪现上去，你能怎么办？你什么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我点好了，刚才没好。哎，这是属于瓜皮嘛，你不可能追到武器的呀。哎，还是瓜皮，瓜皮他能追到这个地方来，这是典型的瓜皮了。浪费时间了，浪费时间了。武器大师的逃跑能力太强了。哎，为什么我高地掉了呀？我们队友怎么把高地给搞掉了呢？啊，那不管了啊，不管了。我们这波去把中守一下吧。我没有出防御装，我第三件还是选的攻击装，因为我可能要打的强势一点。我们高地掉了，我可能很多时候要强杀强推，这时候输出装收益会稍微大一点。一旦把对面秒掉，对吧？就能强势破一路。哎，这小龙刷的时候呢，我推进，对面就要做抉择了，啊，要做抉择了。啊，我们两个人在上啊，那我们就不用管了，继续推进。追不到我的啊！我们跑得很快，跟他打，他们人多。上不去，推上。死亡之舞已经够了。队友他们不是很能理解这种单带啊，他们不是很能理解，所以他们会觉得，哎，你要来打团。这个时候会影响他们的心态，所以我们可能要那么交流一下。那交流不一定有用，但是尽量不发生争吵。等我偷一个高地，他们就好打了。哎，你看这时候上来抓我了，对吧？来了一些包我了，我溜了，我就把他们拖住了。再来个声音，这个声音也不是为了插，而是为了跳。全部在上，全部在上，就被我拖住了。因为我现在去哪一条路，他们压力都很大的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好，我们
在大龙这个地方视野有点差。好，找个闪现 OK。 好，小心先觉得大，而且我们这波没闪不能进场啊，进场的话就被击杀。先给队友上，先给队友上，不能 COE， 这时候不要 COE， 这个三v三打不过。好，先拉开，不着急开大。好，这个走可以上，再拉开，不要 COE， 等下波技能，这时候等技能。好，技能好了，你在后面，你在后面消失，被我逮到。哎，打完你看溜，哎，等下的技能就显得非常的灵活，对吧？哎，非常灵动。你小炮一个人追我那时候肯定送死。主要是没闪，必须得这么打，而且我们没有出肉装，不能一波上的。好，推了，啊，这个不用管，这个不用管，我队友两个在门牙底下，不可能推掉的，不可能推掉的，一个门牙没关系，这是不可能推掉，我们可以打大龙了。来，我绕这里绕一波，可能要立功了，这波。来，大龙搞血，小炮在下，哦，我们直接打大龙了啊！像这种直接打大龙了，不用纠结了，那就直接打了啊！我们打龙很快的，这个时间段就可以秒龙了，节奏就带起来了。你下去干什么？你一个辅助，你下去干什么？你过来，大龙打架呀！哎，怎么队友没血了？这就憨憨，就这个就有点憨。这大龙赶快去，还行，这波我只能说还行，我没有出任何的防御装，所以呢有点脆的。像刚才没有人打消耗的情况下，我不能打团，我不能直接上啊。这辅助不应该下去，刚直接过来，不要管这小炮，我们打波团赢了再回去就行了啊。但这个东西不好说啊，队友这个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啊。我们把这个卖了，可以来个血手，可以来个血手，这波小龙要搞一下了。小龙团一波，第四条龙肯定不能让啊！他们拿了大龙 buff， 但是没关系，打团并不虚。现在我最好是偷袭，我不能 COE。算了，不能让对面打龙。好，我被那个套上，没关系的。好，不要着急，等我的 Q 好再开大。等一下进场的时候开，好开。哎呀 ，OK， 随便打啊。啊，挂纸。好，你们打龙。我好像抢了队友的五杀，但是并不是故意的啊。我推了，你们拿龙。好，开的。高地的话不太好猜，他们那个了。哎呀，你点啊，我不能点。我跑不了啊，我跑不了。没事，问题不大的啊，因为这波我们死了是在对面塔下死的，对面也没有办法推进，也没有龙啊，所以没什么损失。好，我的血手够了。
现在想瞄我不太可能了。有兵在啊，狗头打得动，我切他们后排就行。一没了啊，一没了。啊，有闪，有闪，好，这波复活的话应该是收两个高地。来，这个上的就有点冲动了，想要单吃。好，狗头大没了，狗头大没的话我们团战可以打一波，我看能不能把他后排跳死啊。他们没有虚弱了，不怕的，我在狗头很晚了，秒跳。好，不着急开大招，你敢跳我，你一个杰斯你敢打我，就杀他狗头。跳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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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那个什么，我有血手啊。他们这波拼打他还手 W， 你在干什么呀？这个技能放的嘛不谈啊， W 点点一点点 Q 点点死了呀。这个好，没事，问题不大啊。等一下一波龙再团一波。好，来一个这个复活甲啊，复活甲再站起来一个。想来偷，给我们看到了，队友可能也想偷。这波有秒表，有闪现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波我会很强势的，有闪现的啊，我们能绕过前排的。我先把线压过去。好，他们人都在右侧啊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哎，小炮在这里，我看到了啊。好，他们来抓我了啊，来抓我了，但他们高地肯定是没了。来了三个，那不重要。拖住，哎，很赚的啊，等下一个技能。好，很赚啊，非常赚，四个人全部被拖住，然后再收个高地，非常完美啊。然后小炮也被抓死了。下一波再去把下路拆了，这把还骗了个虚弱。你怎么找不开印？小龙收了吧，他们人都在上。他们的击杀配合的不太好。好，龙收了，先把龙收了。龙收了，龙收了，这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哎，撞墙，队友撞墙了，不然跑掉。这个大龙我可能要看一波啊，他们可能会去。哎，这小炮没来，他来到了下路啊，他有墙角。大龙没了，我去杀他一波小炮，小炮可能在。他的队友在救他啊！
行，我被发现了，说明有眼。他的推加跳我没办法，因为我的反击风暴不能秒关啊，需要一定时间，那么这个时间他就一定能把我推开。他们现在有大龙，我们推是肯定，偷是肯定不好偷啊，所以这波可以选择打团，守一波就行了。我在这里看能不能赢，我能再下啊，他们找龙可以开，这波可以开。队友没来，那我就走吧。好，拖一拖时间，拖他们大龙 buff 挺好啊。不要着急上，先 OB， 先 OB 啊！我们是近战，哎，这个位置不能 COE， 你敢跳过来吗？你敢跳过来，我就能秒你。好，哎，他怎么减速了？防守塌了两个。六六六，狙击。最后一波并没有配合好。